刘大人，傅台大人，刘大人卑职前来报道。哎，报什么道啊？应该说呀，我们从今儿起开始上任。刘大人，有孟南姑娘这样出色的仵作，您何愁破不了案啊？哎，告辞，傅大人，大人您这，哎，慢走，傅大人。 能与大人共事，卑职三生有幸。大人，卑职有一请求，不知您可否答应？你说。卑职想拜您为师，从今儿起跟着您学断案。行吧，行。那您答应了？哎，想学断案怎么就跟着学吧？拜师的事儿咱们以后再说。啊？那大人，您是不是觉得小女不配呀？没这个意思。 我是说呀，考虑考虑，你得达到做我徒弟的标准，咱们再行拜师之礼。快受徒弟一拜！哎呦，不必，干什么这是？来，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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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啊！起来。